一切准备妥当了，这怪鱼看起来像是海鳗，但不确定，它长了海鳗不该长的东西。这可真是个稀罕物啊！我终于把你盼来了。欢迎各位贵客来到我的养殖场。今天我给各位一个惊喜。刘爷，你这是玩哪一出啊？安排这么个破地方，是要我们来喂蚊子吗？王老板，着什么急呀？是吧，榔头？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稀罕物啊？这么猛，什么品种？这可是我们养殖场独有的稀罕，并且能够保证常年的供货。各位有没有兴趣参与参与啊？牛爷，快给我们说一说吧。哎，各位老板，这个项目呢，我有参与股份，几位老板呢赚大钱，你看能不能让我赚点小钱？吃肉，我喝点汤，好不好？胖子，哎，刘爷，您说，那你还不赶快给各位介绍一下啊？你，刘爷，你别开玩笑，怕什么？你也是合伙人嘛。这个鱼啊，纯野生的啊，这个鱼呢，走。